给我，给我，干啥呀？你把圆明天使给我，干啥呀？大家好，我叫陈欣，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我的爱情宣言是：欣姐爷们儿贼能干，农村实在小伙往这看。好。你好，陈曦。你好，袁姐。嗯，袁姐，我给你打小灶了，是吗？嗯呐。哎呀，啥玩意儿啊？看，哎呀，哎呀呀呀呀，这个是那里面没有的，是不是？对，你这独一份的，给你打小灶。哎呀，太好了，杏啊。嗯。你们家树上结的吗？对呀、啊。那太好了，谢谢哈。你知道这代表王哥啥呀？陈曦、啊。代表幸运幸福。幸运幸福，哎呀。王哥，陈信，王哥的幸运和幸福呢？王哥，你东西在这儿呢。哎呦，大辣椒。陈信呐，你这孩子，这代表幸运和幸福吗？我看看。你这个青椒亮度跟你脑袋一样亮。这个青椒能代表着什么？代表冲。咱们台上的14号男嘉宾就是特别冲的一个老爷们儿。14号，你那是什么？我看看，一样一样。嘴好不好吃、啊？是辣的吗？这是？哎呀，这得多冲啊！这个辣椒。那这青椒这是辣的吗？这个青椒不是辣的。哎，太辣了这个！哎呦，王哥是不是不辣？燕姐还是你这个好吧？是吧？是不是老辣了，王哥？Oh no！ 变了，水。对了，嘉兴，不是你告诉我这辣椒是什么味儿的？那个酸甜的。哎呀，你都说14号能嘚瑟，一身碍眼的肉啊，这家伙。好，来看一下这个姑娘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好，我就是他们口中的家有陈欣，今年20岁，来自长春净月胜利村广上号屯。我这二娃是屯里出了名的。可我这玩可不是去啥乱糟的地方，我就去公园坐木马玩吉林永进，我喜欢一切刺激好玩的东西。大家看我玩的都是小男孩玩的吧，其实我的性格也特别像男孩，而且我也好愿往男孩的身上打扮。从小呢，我妈就把我当男孩养，而且也把我当总管我叫儿子。看一下我这有证据，看一下我小时候的照片吧。看这第一张，小毛寸短头发，这个是第二张，你看可爱吧。长这么大我从来不留长头发，清一色的毛寸。这两年我寻思大了，该找对象了，这算把头发留到我现在这么长了。我没有耳洞，从来不戴耳环，鞋都是球鞋，我从来没化过妆。以前我在单位上班，单位让我画个大嘴唇子，然后我就画了一个俏红俏红的大嘴唇子。当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看这都不是我了，我都不敢看了。很多人现在对我的性格造型都有很大的看法，我自己也大了，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了。如果我找到未来的那个他，我愿意为他改变，我愿意为他留长发，愿意为他穿上裙子，更想和他一起旅游，照出第一张我旅行的照片。3号腿哥，那个我想问一下老妹儿，那个你为什么你家里要从小把你当小的养呢？反正就是我爸我妈也是因为家里就我自己嘛，然后我爸也比较喜欢男孩，完了总管我叫儿子，总管我叫儿子，性格也就给我磨整成这样了。你小的时候你爸你妈就把你当儿子养？对，就把我当儿子养，一直叫儿子呀？对呀、啊、就是这两年算是我妈总想让我留头发，然后买一些小姑娘愿意穿的衣服。你穿不穿呢？我俩几乎买衣服都是吵吵，他喜欢他的，我喜欢我的。你喜欢的都啥样的？都是这样的裤子的？对呀、啊、他喜欢就是那种女生穿的衣服。哪种的？啥样式的？裙子了，就像那块孙红衣服这种的，那种类型的了啊，裙子什么的，然后留起长头发啊。就你不喜欢？嗯呐、no, 不喜欢。来6号大脸猫，那啥那个咋整的？不愿意化妆啊？是咋的？不会啊？是咋的？就是比较纠结吧，不敢去尝试，就是感觉化妆了吧怕就是没有现在好看，然后呢就自己也是不会画嘛，然后也就是不敢画。
就是我平常让小姑娘贴面膜，然后我有朋友就送我一张面膜，然后我回家就尝试了一下，等我贴上不到一两分钟，我就感觉我这脸可刺挠可刺挠的了。你得尝试了，你说你这都二十了，你说你再不尝试，你说心里就你造着，你咋造秋黑呢？你说你。因为秋收的时候嘛，总是帮家里干活啊，包包米什么的，就是总在外面。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都在外面嘛。我不像小姑娘一些涂什么防晒霜什么的，我从来不涂。你有化妆品吗？没有。你妈妈有没有化妆品呢？我妈妈有，但是她不是化妆品，就是洗脸什么东西啊，补水的什么东西。洗脸的补水的，你洗脸用啥洗啊？我用香皂什么的呀。那你不补水吗？不补，什么都不整。人整的，你说你，我现在瞅你跟我老弟长成像了，搁这。你说吃人黄瓜了？你说咱俩这气势，我感觉我比你都我感觉我比你都女人，我感觉我比你都女人，你这比我都爷们儿。你都能看出你比他女人嘞。来，你来，你来一下，我看看。别的了，肯定没有他做的。Hello， 大家好，您还在为了满脸的痘痘而苦恼吗？是不是每次拍照都要用美颜相机？拥有一张干净白皙的脸是每个人的梦想。给大家介绍个祛痘顾问莎莎，已经有上千位网友通过她提供的方法祛痘成功了哦。现在就加她的 QQ 或者微信3326-967-007，让他来告诉你如何轻松祛痘不留痕迹的方法吧。记住哦， QQ 和微信都是3326-967-007。先打工的时候一个月能赚3000，我攒起来2000，剩下的1000我自己零花。我买衣服只需中东，因为重庆路桂林路卖的都太贵了，我买东西还特别会讲价。假如这件衣服160，我50块钱就能拿下。别人还说我这人呢心太大，很多女孩找对象都不让对象去夜店，我就让我对象去夜店，去呗，这有啥能学坏的呀？现在年轻人不正是放松放松的时候吗？我还去网吧，我还去 KTV 呢，但是去夜店可以，去 KTV 可以，坚决不能点果盘。六天太酸了。来，五号肖丹。啊，老妹儿，我想问一句，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可以，就是要。就是你对象可以去那个夜场，是不是？对、完了不能点果盘，这啥意思呢？这果盘在里面多贵呀、啊！你家里都是水果就吃呗。你去没去过夜店？我没去过。你没去过呀？我没去过。那你觉得这夜店应该是啥样的？我就感觉就是一堆人坐里面，就是喝酒啊，然后那里面声特别大呀，就歌唱歌什么的，歌声没了。就没了啊！都唱歌，对呀，完喝酒，再不就吃东西。你说那是饭店呐？饭店没有那么大歌声啊。所以你就觉得去夜店，他人老多人都说夜店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你觉得哪？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没有啥不好的呀。现在年轻人有哪个不爱愿意不爱玩的呀？嗯。啊，那肖丹，嗯，你能不能告诉给陈鑫一下，除了夜店的果盘之外，咱们就拿普通夜店来说，一瓶啤酒大概多少钱？一瓶啤酒啊，一瓶啤酒30吧。一瓶矿泉水多少钱？一瓶矿泉水5块。怎么酒那么贵呢？说过那个听的那个百事或者可口可乐吧，啊，他那一般都是5块10块，这都最低价。太高了。一盘爆米花多少钱啊？一盘爆米花我记得我那次要是35。这你们要是去一次夜店能够我一个月花的了吧。所以陈鑫将来结婚了让不让自己老爷们去了？你觉得不让了。我看到场上是16盏灯都灭了哈。12号马迪，他这有点太爷们了，我感觉。你觉得他太爷们了？不抹口红那不行。哎，那有不有个歌唱的好吗？用你那红红的大嘴唇子
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啊，不不抹大红嘴唇子能让男人销魂吗？啊，老妹儿，你能懂他说的意思吗？就是想让我改变一下我自己，是吗？就是让我抹大嘴唇子，是不是？是那意思吗？啊，等试试那意思，你再听听其他的。来，三号腿哥。那个老妹儿啊，灯都灭了。腿哥是一个非常就是实惠的一个人。我跟你这么说啊，作为一个女人，首先学会温柔，在学会温柔的前提下，一定要学会美自己。今天可能说咱在这里边看不到，我看不到你另一面，但是你记得，明天开始咱俩可能说不定在大街上某一地上咱俩就能遇见。当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希望你不是现在的你，是希望你穿上你的裙子，戴上抹上你自己喜欢的装饰。我见到陈心的时候，我感觉老妹儿你变化真大。谢谢你。好，想过就是以后结婚那一天，看别人有的，你看像别的新娘，你看盘起头发，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穿上婚纱，多么漂亮！我也想有一天，我也会留起长头发，为了她穿起那个婚纱。也想这样，对。你愿意做出改变的一步吗？我愿意，一点一点改变，应该能吧？穿上高跟鞋能接受吗？慢慢来呗，一点一点改变。画上大红嘴唇子能接受吗？能，可以。好、好，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在全程练的舞台上从来没有尝试过啊。我特别想听。因为我总觉得如果让他就这么孤独离场了，我还有很多遗憾。我每次上节目有我的化妆师，有的时候补妆的时候我要到化妆室去补妆，所以录节目的时候化妆师一直都会在我们的化妆室等待。我想让我们的化妆师尝试着给你做一下改变。好好好吗？好。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参加了今天的节目，你回家你说小伙子们都不喜欢我，你就开始把五颜六色的东西往脸上抹，我觉得那更可怕。我特别想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老师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美挖掘出来。包括我的化妆室里面有好多衣服，我也可以让你去看一看到底你适合什么样的感觉，好吗？好，太棒了。那我真的很期待。好，谢谢燕燕姐。很期待，很期待。是吧？期不期待？期待。博朗老师是燕子姐的造型师。你好，你好。这位是燕子姐的化妆师佳琪老师。我们五官条件还是非常棒的，嗯，然后你看我们眼睛、眼型啊，包括我们重点都非常标准。等一会儿让我佳琪老师给你们剪线画细细的长长，要不然还有是头发，我看头发经常留这么短发。嗯。一会儿我看我帮你做一下纹理啊，在我们再出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好，啊，就开始呗。我们一直有一个悬念和一直有一个期待，大家还记得吗？化妆的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陈曦。哎呦，好像我们的导演说陈曦已经造型成功了，现在已经在后台做好准备了，大家期待吗？期待。好，那这样我们一起喊陈曦的名字，喊三次，然后我想这个出场口的灯会亮起，我们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晨曦，好吗？一起三次，晨曦，预备，开始。晨曦，晨曦，晨曦。特别的感谢你给我的机会，就是我，晨曦，请大家记住。好。